位学员，他也来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老师，我那天不相信，不相信有人说什么天象，看不看到天元 logo，是不是？于是我就对着天上的太阳公公说，如果真有其事，我等一下呢，连续拍，快速拍，是不是？三下，你就让我拍到天元 logo，我就服了。结果他就果然去试啊，他讲完他真的去试啊，啪啪啪，每一张上面都有天元 logo，而且妙妙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正的是，是吧？一个地球，一个日月嘛，是吧？对，妙是妙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太阳没动，是不是？天文 logo 它的这个方向，三张的转向都不一样。你怎么说？然后他指给我，他说他服了，他相信了，他相信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一定要非要看到你才相信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们有些学员照下来真的长那样，你觉得他那是人工合成吗？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也许吧，我不知道了，看天地怎么安排。也许像这种奇人异事，在未来由天象来发表着天元的重要。哦，所以你就等着，但你等到你看了，你可能也觉得是人工合成景象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那天还有一个学员呢、啊，他说他去渡人，他去渡一个人，说一个老太太还是老先生，反正老一辈的就对了。就那个人呢，听完他的话以后，他也可能受教还是怎么样，就可能当天又看了书还是怎么样，就第二天早上，他开始做心法，就做心法的时候面对太阳，结果不知道他是看看到底真的假的。他就顺手拍了一张照片，结果在这张照片上也有天元的 logo。这个是新的学员，这不是假旧的学员，新的学员刚开始接触的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光的影像，就像盘腿而坐的一个光的影像，坐在太阳的前面。就那学员。转述那个人给他看的，就他转述这个照片给我看，他说真的是观音菩萨慈悲，在太阳面前示现。我就反问他，你怎么知道这是观音菩萨？一有这种像就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专利啊啊啊！那学员还很可爱，他说哦，老师不好意思冒犯了你。我说跟我家什么？问你多一句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？是不是？我说你再注意看看，那个像观世音菩萨平常修长的样子吗？好像也不像是，对不对？只是你真的看到，就像那个平常有点那个弧形、三角形那种，有没有？盘腿而坐嘛，但它全部是光，全部是光。那个照片我相信给你看，一定有人说那是人工合成，一定有人说。所以后来我想想，也别看了吧，哎呀，所以。这年头也不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是不是？我只跟你讲，你修过导师相应法，你跟导师有相应的人，这张照片对你来讲应该不是很陌生。没有修过导师相应法的人，也许看到以为是观世音菩萨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导师吗？不见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是在地球上，对吧？所以也不要搞人弄神弄鬼的。是不是？我想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就是长这样，所以天象在变，哦，很多东西人也许真的很愚痴，所以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不给他看一下，他不相信，但给他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所以现在的人很难伺候。